黄色治理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耶鲁大学。耶鲁大学是一座坐落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。本校成立于1701年，是全美第三古老的高等学府。校方为了感谢伊利湖耶鲁的军争，而在1718年将大学学院改名为耶鲁大学。它的校训是光明与真理。本校的老师有4171人，学生1.2万人，有12所学院。在这里产生过5位美国总统，有65位诺贝尔奖得主，有13位在世的亿万富翁。我现在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，长满了树，所以旁边的建筑都看不清楚。耶鲁大学校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